日天里，室友们服务的热情一点也没少，在树林艺文中心前广场举办“诗爱在树林”公益活动，有跟亚东医院合作的保健咨询，一早不少乡亲就来排队进行血糖跟骨质检测。民众对于狮子会的公益服务反应热烈。狮子会办义检活动，我第一次遇到，这个真的很好哈，希望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，要多办几次，对。还有长辈也会面临老花眼的问题，现场也有视力检查及配镜区的摊位，照顾银发族的灵魂之窗，以及邀请警察单位进行反诈骗、反毒、反霸凌的宣导，还有长辈最爱的民俗疗法，缓解身体上的不适，以及义检摊位。活动丰富，动员300B 兔区第二专区七个狮友会的人力，一起实践梁金生总监今年定下的目标：狮子情义，服务为本。取之于社会，用于社会，愿意把时间、金钱来跟社区做结合，我想这样会让社区感受到狮子会的存在。我想我们狮子会就是补政府啊，如果做不到的还是不足的，我们来帮政府来共同来让人民过得更好。因为政府做不到的，我们狮子会来补强，这个是我们狮子会的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对，我们总监有定了八大社会服务目标，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八大，也有七大了。国际狮子会补政府的不足，投身公益行列，不只是出钱，身体力行照顾银发长辈及弱势，打造更美好的社会。记者梁安静、梁美萱、树林报道。